知道万桃花这野菜是印尼女孩阿定教我的，可食部位是浆果。周一的早上，她偶尔会采些野菜来菜市场卖给她的印尼姐妹。我的万桃花就是向她买的。她说浆果的味道像茄子，我第一次食用却吓了一跳，因为那苦苦的味道一点都不像茄子，倒像是龙葵青色的浆果。对了，就是龙葵那味道，毕竟两者同属茄科。有了心理准备，我第二次再吃就爱上了那滋味。我觉得那不是苦味，而是甘味。好一阵子没再看到阿定，问了那些印尼女孩，才知道阿定在台任满14年，回印尼去了。买不到阿定的野菜，我有点失落。谁知道老天爷冥冥中有安排，某日我竟然在野外发现了万桃花结实累累的植株，那喜悦仿佛中了大奖。现在，我就要将万桃花的浆果介绍给大家。